真是我男朋友不知恩高但帅气的霸道总裁。然而我耳膜都要穿孔了，于是我想到一个整人计划。小琪，你的奶茶。爱你，你先。你们女生真是的，最喜欢这种排队排特别多的网红店。我也没准他们家奶茶比别家好喝多少。提前安排好的朋友。你看什么呢，顾总？假装。我叫我奶奶。我看不到。没有啊。朋友躲了起来。我去，我要完了！别吓唬我，赶紧走了。松一口气，好戏开场。老命不保。没想到顾总又回来了。哎，顾总，最害怕的时候依然不忘保护最爱的人，爱你哟。我想